哎呀妈，喝白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旭呢，今天来玩雀魂麻将呢。跟大家说一下，上一集的影片呢，我开错了，上次开的是雀鸡，我把雀鸡当成那个雀魂的，那是怎么上？就是想说那个娇儿他直播的时候有可以跟他玩，然后结果我开的时候，怎么进不去，一直进不去？结果我看了我的左上角，结果是写雀鸡啊，这个版本现在就对了。好啦，那之后呢，就是使用这个版本的来玩，那就是这个雀魂麻将。那这一集呢，我想要来玩玩看，可不可以？绿色就是溢满，来溢满看看。清一色或者是国士无双看看，这一次看看好了，可不可以？如果不行，国士无双跟绿色的话，就是需要全都绿的嘛。我这一次我先看看，来个清一色好了，这些打掉。这三个留着，还有八条留着，八彩留着。来看看可不可以啊？想要来个绿色，发财，南风出去。耶，应该是可以哦，可以清一色哦。我就不碰，不干，不吃。跳过。来了。我的清一色，我要看个6条，来吧，6条，跳过，不，怎么是你？滚！我不要8桶，要过，怎么是一饼？国士五上是19嘛，然后就是全部都是19，然后就是19000嘛，然后9桶，一只鸟，这个。然后9条，1条跟9条嘛。然后东南西北，发财红中白板，所以10000就来啦。但是我这次没有要国士，我这次想要绿色看看。然后只要再打掉，还有这边的不是绿色就滚。跳过，
把这边打掉好了。其实雀魂跟雀姬其实长得都一模一样，因为我一开始玩的时候想说，哎，怎么都不一样？哎，不是，怎么都一样？然后我开了雀姬玩了，咦，一样，雀魂呢也一样啊？什么鬼？但是雀姬好像不能像这样放大画面哦。Nice。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六，我都六条耶，跳过，跳过，所以有人要那个楼，耶！我的八条，我的八条，感觉可以绿色，可是剩九张哎，要过，剩九张哎，九张应该没办法了。剩七张了，应该没办法咯，我这张这些来不及打掉了，这局应该留了，这局留了，哦不，这局居然留了，OK， 留局。好了，什么不拼了？就来个，就来个合牌呗。这是不是二桶、四桶、五桶、二万、三万、五万？哎呀，哎，就是你啦，就是这张啦。碰二万呢？这个是不是要等验收的牌型呢？不杠，不杠，就杠上开了啊！台版麻将坑太多。就是这张啊，我的得哦，三桶跟六桶啊，三桶六桶三六啊，怎么又是三桶六桶？
好了，就这样了啦。这个换成四重跟东风啦，东风还有机会。可恶，好像不应该打五重的，可恶啊！也不一定，也是不一定让我可以合牌啊。希望这场可以合牌。来吧，四筒东风，赶快出来吧。都还有机会耶，我的东风跟四筒都还有机会耶。我的东风跟四筒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都还没出来。来吧，喝牌啦！耶，喝牌啦！终于。合牌了，跳满，哎，好了，这场呢就这结束了。喜欢了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。终于赢牌了，好了，那我们下次的去红毛尖见喽。那我每周一到日的中午12点。不定期首播影片，每周一到日不定时的直播，那我们就下次的直播见了，大家拜拜。